两个月泰迪主要通过奖惩的方式训练大小便，在训练前需要先让泰迪熟悉自己的名字，因此建议主人在每次给泰迪喂吃的之前呼唤他的名字，在得到泰迪的回应后给予食物。同时需要准备一个狗狗专用厕所，将厕所放置在阴凉安静的地方，远离屎盆，然后用旧报纸沾取小狗的粪便和尿液放置在厕所内，以后在泰迪喂食20分钟后带泰迪去固定地点进行排泄。当泰迪正确排泄之后，主人需要给予零食奖励，如果泰迪出现乱拉乱尿的情况，则需要进行惩罚。